开始。好，你没有说林心地帮你介绍，再一次。林心地帮你介绍瓜地马拉橙花，30秒开始。好，帮大家介绍这支是肖邦的瓜地马拉橙花。那这一支呢，是我们近期就是最爱、很爱的一支橙花香水。那推荐给大家，在就是炎热夏天非常适合喷它。那它的香味呢，一开始它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个苦橙叶还有这个橙花的表现出来，那到中后调的时候它又是非常舒服迷人的一个性感的味道。那我们的同事之间也都非常喜欢这支，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闻过之后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欢。那这一支呢，我个人觉得它跟 Tom Ford 那支暖阳也非常的相似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一支，推荐给你。开始喽，好，跟你介绍肖邦的瓜地马拉橙花，这一支是我近期非常喜欢夏天推荐的第一名。那这一款一开始的前调柑橘香调，就很像在瓜地马拉的饭店打开露台的那一刻，就是它的前调，一片绿油油的草地，那白色的窗格子。然后到了中后调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性感迷人的香味，如果女生使用这支会非常的有魔力，男生会很喜欢。那我形容它就很像男生躺在一个漂亮女生的大腿上，那非常性感，都不想要起床，推荐给你。